看完刚才这支钢笔的影片之后呢，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安装这个墨水夹。首先呢，你先把这笔管转开，你有看到里面有一个卡槽吗？在这边。然后刚才它盒子里面有附赠一个欧规的卡式墨水夹，这欧规的卡式墨水夹比较短，然后它的口径比较小，直接放到这个笔管里面去，因为它的 size 是刚刚好的，所以你只要往下用力一推，听到啪一声，它就好了，其实蛮方便的。第二种呢，我会教大家怎么安装这一种推拉式的墨水夹。首先呢，你要买一罐这种墨水，那买什么牌子啊，或者是大小罐，就是看个人喜好。那颜色啊，它其实都蛮多种可以挑选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瓶盖打开来，有看到这个墨水吗？然后你就把这个墨水夹放到跟它表面液体一样的高度，然后往上拉，往上抽，抽起来之后呢，就会像这样子，你的这个墨水就被吸到这个吸拉式的墨水夹。好了之后呢，一样，你就把它卡进去刚才的那个钢笔的洞里面，直接放进去，直接往下推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安装完成。然后因为你刚开始在安装的时候，你稍微推一下子，让它的空，让它的这个笔管墨水有点进去，你就可以开始使用，然后把这个笔盖锁起来，笔管锁起来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你的书写动作，有看到吗？对，你现在它整支笔管里面已经进了墨水进去了，在这里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书写的动作。最后我来教大家怎么洗钢笔，因为刚才有教大家怎么安装墨水嘛。那安装完墨水之后，用完了这种笔钢笔，如果你的墨水没有做清洗的动作的话，等它干掉之后，你的这个头就塞住，就不能再用。所以清洗钢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流程。最后我来教大家怎么做一个钢笔清洗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钢笔转开之后，基本上清洗一定要是这一种。里面是有那种吸墨式的那种墨水夹，推拉式啊，或者是螺旋式的都可以，一定要是这种才可以比较容易做清洗。然后一般的卡式其实比较不容易清洗。好，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，你把钢笔的头整个要放到水里面，对，进到水里面之后，然后做吸，它水才可以吸上来。吸上来之后，就是一直去做一个推拉推拉的动作，有没有看到整个这个墨水在水里面做一个清洗的动作，水这样子强力的冲洗，冲洗之后你这样拉起来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整管的水都变成透明的，其实这样子就清洗的其实差不多了。对，因为这个一般的墨水都是水性的，所以在清洗起来都会很方便，你知道持续来回做清洗的动作，然后到你的这个拉起来的水是透明的，基本上就已经是完成了。完成了之后呢，然后你就可以把钢笔稍微沥干，然后稍微擦一下。有没有
没看到那个上面还有一点点脏脏的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就是稍微再清洗一下，再洗个几次就可以了。一个两三次，它其实就变透明，就非常干净。那清洗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拆开来，然后做一些沥干动作，这样子你就清洗完成，让钢笔就可以用了比较久喽。